月亮虾饼，一包来六两袋，啊，搁一包泰式酸辣酱，来要食开四百两包的，来一包两包两包两包，三包给你，四包多少？两包够了，咩？月亮虾饼两包对吧？你们今天要什么？没有，过来看看我姐姐吃。走。来，这饭桌用的虾羹，来将提二十条，等下开一百了。看到没？哎，还要更加吧。看到没？来了，看到无啦？哎，还要更一百多人买吗？买只蛤蟆的十块了，我讲，你差要几分？蛤蟆十块够人买，一半十块。啊，我，再干咩？蛤蟆十块，两个。买二十啦，买二十块差。买二十块好差。好啊好，哎。一百十块有人买无？一半十块，一半十块。八块，爱十个对吗？来个有人要点菜吗？没有啊。他妈给钱。哎，老妹，老妹，走走。老妹，我来，唔好搁走去边仔食面哦。恁做伙来吗？你从你从哪提啊？提钱提啊办？我叫人去买点菜。无老公伊来提钱啊，提啊办，还提较紧嘞。这要虾饼啊，好去啦，人卖拢是卖拢死的啦。不坏啊。你卖拢走啊。来这月亮虾饼，来这一包两袋，啊个一包泰式酸辣酱。你也要？你要不好意思啊？贵一不？贵一贵一。主要是香啊。但是贵一纯粹也是香哦。这嘛是。那边只贵一开五百了啊，来只再五百。来，再五百。喂。来三地五百，四地五百，五地，来这两地要送，来可以五百七地，够人买无？酸菜呀！来，我上面给。我们知道啊。哦，这个有吗？有点比较纯粹的，比较纯粹的。这是白菜，还不能炸了。不能。不能。直接弄。拿得动吗？你还在弄？可以哈。好。OK， 好。
啊，这川菜啊，要不要走的？这张有，小两只，要吃的开300对吧？什么呀？要吃300，两只300，来这只咱上300。哇，三只上少啊！来300，够人客买来无？300，川菜呀。好啦，不要搞好嘛，大家是想要试试咧。来，小家庭就试食看嘛，开1包了。最好食啦，1包真够啦。来，吃一个。来，1包，够人吃不了，1包。要补咧。来，我吃半包的啦，看人要吃半包的，够够啦。妈妈也吃到我来分。来。哎呦！哎呀！这个你啊，接袂啦，卖歹势啦，啊！啊，这土吞来要只开500对吧？啊，一地500，三地500，啊，四地500，这地个啥？好食。来，土吞个，搁有人要来无？鸡腿卷的啊？有。鸡腿卷。蛤蟆唔见包包好坏，蛤蟆呀，系啊，系啊，我来包啦，我来包啦，哈哈哈哈哈，纳凉，你干嘛？对纳凉，你干嘛？对纳凉，纳凉，够啦，系啊，我来包啦，有钱个连纳凉都唔掂咧，哈哈，看你啊，细女的，我来个包包咧啦。鸡块啊，鸡块块，咱要吃无啊？来只鸡腿羹，弄鸡腿来吃。来要吃开200对吧？来一条200，两条、三条、四条、五条，来六条、七条、200，来这三条又上200。这样。鸡腿羹200，鸡腿羹200，这里就晒啊。好只。两个呀，遐两个呀。来一条、两条、三条、四条，六七。八九，来只条龙吧。好，交钱。来只条龙，条三条，四条五条，对，九十。来只条龙吧，个人去买哦。来准备了，四条块卖开100了。大家，拿着。龙虾。鸡腿羹18个人吃不来吗？啊，鸡腿羹是老鸡哦。香哦。香。哎，叫你我吃。好激动啊吧？哈哈哈。鳕鱼大块无？有。有啊。啥物？啥物？鳕鱼。阿呆有。好了，OK，还没有成功哦。快点，快点。这蒜，这高这水，来要吃开500对吧？来一袋500，来一袋肉里头。好，进来。啊，这个我立三袋。啊，四袋500来，就上你一袋，五袋500。啊，算2500，够人吃不来无？啊，小家庭吃不了，试食看卖，开300对。300够人吃不来，算300够人吃不来，300对。来，够人客要奖彩吗？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
啊！这干贝提上去蒸蒸了啊！啊，这只大粒，啊，这只水，来，要加开四百的啊！来，一包四百，来一包上四百。干贝四百，够人吃不来吗？啊，准备了，要试下看，妈开两百了。你买些啉吗？啉些水嘞，借口都多啊。你够人客要点菜吗？啊好。